无即马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伊来开一下，吼、哦，赶紧叫伊来开一下。啊！暂时当刷白日，当刷白日咧关什么门啊？我甲你讲啦，迄个你的经费三度条，迄是真正到贵到对世界去，你敢知啊？哦，世界人若都要做这宣，做这个这个宣言啦。你门口那来，迄是爱保护保密呢？哦，一内关关起来啦。我咧讲哦，真正这个大家好来好去啦，确实是有咧哦，吼、哦。真正到这来，大家拢含骨啊生尿，冻着水淹甲鼻孔哦，站袂住啊，对唔对啊？我哩咱搁请咱的宗教一面哦，来甲恁讲一下话了好无？各位啊，咱哦，你今啊真守法，来到这个观天楼头前，咱今啊已经两点，本来是已经两点二十八分，要来抗议228高速武器，啊，咱今啊哦。伊门关起来，赶紧！咱特别头前按照原定计划，咱甲所有这个抗议的代表，咱调集来头前，啊，请因各团体的代表吼、哦，代表人来诉求咱今仔日的意见，安尼先好啊，好啊，来，好，好，头前吼。今仔日只个内心是真沉重，亲像放北机机场统一。亲像代表市自空白时间上三点钟的中国话，亲像代表官要家己编教材，这全部拢违法，迄是完全违法的。原来大正成部长的时阵，有由中央研究伊语言研究所。召集足侪专家，经过足久的讨论，到尾后台决议，台湾母语是要用台语。教育部完成法定的程序，行政院院长也公布，但是完成法定程序的工作，国民党一句话就解否决，这招拢完全违法。咱对文化行为是不是应该抗争？对啦，抗争啦！中国百姓，台湾的教育，台湾的医生就无要求，咱永远都唔同。同咱中国百姓加油啦！大家，可以啦！有